船头。耶、yeah, ，各位，在这巨轮上，往往会遇到奇妙的际遇。我想说，我在这船上遇到最奇妙的遇境，就是遇到你。So sweet， 各位镜头前的弱势，你们都融化了吧？你抱着我干嘛呢？你说，我又不是要为你吃。对呀、啊嗯，你拿的这个是甜蜜蜜的蜜橘坚果。这个蜜橘坚果很甜蜜，关键是真的很好吃哦。耶、yeah, ，喂大家吃耶！ Yeah, 各位弱势张开嘴巴，这可喂你了。好，太棒了！好了好了，绅士君，你可以放手了。我可不放手。为什么？我觉得Yixing需要一个人来演对手戏。嘿嘿，粉丝们想让我放开Yixing的话，就赶快把我去买回家。别说没提醒你，美国绅士坚果Yixing为你而来。大家给 Planters 美国绅士天猫旗舰店客服输入这句话，就可以领到我给大家送的现金优惠券哟。太棒了，谢谢，是好了，你真。